消防人员接获民众报案，有男童右脚脚踝夹在车轮及轮柱之间。救护人员赶往现场，立刻就听到男童嚎啕大哭。为避免男童二度受伤，救护人员使用破坏剪顺利协助男童脱困送医。到达现场系一名11岁男孩，骑乘脚踏车不慎导致右脚踝卡于后轮。本人对见状，立即施以破坏剪，将其轮胎钢丝剪断，人员顺利脱困。屏东基督教医院急诊部表示，类似男童骑自行车遭夹伤事故很常见，通常都是初学者不熟悉或是骑车不专心导致，家长要多加注意。边骑边玩这是一个，那另外就是说可能技术也比较不是那么的熟悉那种操作啦，有时候就是说可能这个太快的话，他们可能就是说脚啊不小心的话，可能就是说也会被卷进去这样子。当然我觉得应该还是刚初学，然后就是不熟悉。王建明表示，类似事故患者轻则脚被擦挫伤，重则可能会造成脚跟韧带断裂，因此呼吁孩童骑自行车时要专心，避免骑太快。原新闻巴朗屏东潮州抢不到。